大家好，我是连光子，我要成为一个游戏主播。这是我的直播设备，虽然看起来很简陋，但是我相信我认真做，一定可以做起来的。阿平安安，阿群安安，小雨安安，大家好，我要开始直播了。打游戏，嘟嘟嘟嘟嘟嘟。刚开始直播，观众只有个位数，没办法开盈利。打工吧，工工工啊！先生，这是你外送。好，工工先生，这是你外送。好，工工工啊！所以话，我所以话通过了，我所以话通过了，我成功了。怎么这样子？不是说所谓话通过之后日子变好过？新的键盘，新的设备，要让直播更好看，更有内容，要花的钱越来越多，怎么这样子？日子怎么越来越难过？是不是应该放弃，找一份正职的工作了？晚安。九妹你好，哇、哦，跟你说谢谢那种陈小栋，哇，各位朋友，请帮我按赞订阅哦，乖，阿弟您好，哇，跟阿弟联动，各位朋友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哦。最近这个林公子一直在蹭呢，找那个有名的，唉，没实力，才要这么蹭啊，丢人现眼。不然你要我怎样？不蹭的话。频道怎么做啊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观众太多，无法一一打招呼啊。有什么话用红 SC 说啦，花不起这个钱就不要找我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来玩游戏。我先说啊，我要是开始玩游戏就没办法理观众啊。不要跟我密私语，这个主播很忙的，没法理你们的。来，要看就看，不看就滚。哎，有人在吵，来来，上麦马上把它变掉。来，那个扳手娃娃给变掉，吵死了。来玩个游戏，哎，受不了啊！那个之前也是闲闲没事干呢、啊。哎，受不了嘞。啊？通知？哦，怎么又是要联动的？哦，之前真受不了哎、欸。做频道靠自己啊，整天都是想跟我联动，想蹭我，没有实力就不要来做主播啦。我接工商那么忙，哎，好掉好掉好掉，啊，工商来助理，现在工商是什么？手游啊，跟他讲啊，没有60万我不接，走。老板，请坐。来，报告一下这个月的营收啊。遵命，我们旗下5个主播已经有2个突破金牌，而有2个，一个70万订阅，一个50万订阅，而最近的新人还没有出配信，就已经拿到银牌了。报告完毕。现在躺在这里赚，每个月就700万。真的是高处不胜寒啊。我的未来不是梦啊，九妹饭团。哦，好豪华哦，真的有鲑鱼耶。嗯，本来想痛骂他一顿，还真的不错吃诶、欸。